向内幕追击，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之全民最大党》，我是台湾 LBJ 刘宝杰。当然，我们今天呢要讨论的就是算命大师、算政治人物有皇帝命。那么在台湾当皇帝是好命还是坏命呢？当然了，这个命理师啊，人家说啊乌鸦嘴啊，一点点供啊。可是很多人却相信他，但是不相信又好像他已经讲出来了，就好像之前的511的末代的这个地球毁灭论，到底我们要相信这种呢，还是不相信？但不相信又好像心里面存在着很多的疑惑，我们能不能再请李大师再帮我们解惑一下？当然，到底这个要不要相信？很多东西不是说巧合的问题啊。我举一个明朝的例子啊，这个崇祯皇帝啊，那时候知道自己呢也是好像有点气数尽了。那么他是出宫去啊，那时候草王李自成呢已经要打到北京城了。那么他出去之后呢，就看了一个算命的，就问他，我呢想给你测个字，行不行？他就写了个字啊，他写了一个这个友好的友。哎，但是算命先生一看说，哎，你写这个字不好啊，这叫反贼要出头。他什么意思呢？这友啊，你那个头拿掉是吧，就是一个友好的友是吧？但是你把它加上去呢，就是友好的友，拿掉以后就是反。所以呢，这叫反贼要出头，糟糕了，反贼要来了。他说：“那你再给我测个字吧。”他说：“那你就会，他就写了个有没有的有。”他说：“这也不好，这是什么呢？你看这个是大字啊，少了一捺。明朝呢去了个日，那明朝要完蛋了啊。”然后呢，他说：“那这样吧，你再给我测一个字。”他又写了一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有，又写了个有。他说：“这样呢，我再给你解答一下，但是这个呢，你得回去看。”今天晚上子时过了以后你才能看，就他回去一看呢，他上面怎么写的呢？他说你这呢是尊字去头掐尾，你可以完蛋了。这有呢，是不是上边有一个八呀？对吧？两点是吧？下面有个寸，对吧？你这万岁之尊，掐头去尾，那你肯定上吊自杀了。所以你说这是巧合还是这个命理呢？是不是？但是后来才知道查出来了。啊，原来这个算命师呢是李自成他的一个军师叫宋剑客，啊，这么一个事情。那你说，这个巧合跟这个命理有没有一点关系呢？都是算在前，都是先问一问，但是后边呢再来印证。这印证到底是印证呢，还是说这瞎猫碰到死耗子？这我也不知道。你就信的信，是不是？你给点钱就没事了啊？谢谢啊。好，谢谢李大师啊，真的是事在人为啊，迷信归迷信啊，这也不能说是迷信，反正就是有这么事，可以相信，就有这么事，要事在人为啊。陈廷飞，风水可以相信，但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更要相信。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难，我们也不用测字，也不用算命，也不用把脉，也不用看呢这个摸骨，用眼睛就可以直接看出来。吴敦义今天就是包藏祸心，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副手人选啊。马英九呢，你自己呢做这个马皇帝呢，做到了两眼昏花，你就是选到了一个想要把你干掉做皇帝的人做副手，这还用算吗？这一看就看得出来嘛。我们做一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用一个最可以说是呢雅俗共赏，大家都怎样，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比喻，什么叫做副手？今天我们是一个娱乐性的谈话节目，我就用娱乐圈来做比喻。各位都知道有一个女艺人叫做寇乃馨，她自己本人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很会讲话的活动女王。她的场子一个月呢30天，她有25天都在接场子，自己这么忙。但是有一天，她碰到了一个人叫黄国伦，她嫁做人妻之后，她就变成人家的副手。各位知道什么叫副手？副手就是什么都要为主子着想，她要为主子搭完台子以后，让她老公上去唱歌，她要跟厂商瞧好场面以后呢，把代言人的钱付给她老公，她自己都没有在抢风头的，都是她老公在出风头。廷辉啊，廷辉，我们虽然是同党同志，但是我知道哦，到底啊钱都到那个副手手上去了，啊，一个挂在台顶唱歌，唱歌咧大粒瓜细粒瓜。一甲五年就无哦，拢是叫你靠耐心的规矩规矩安尼囥在家己只鞋内底，你想我我唔知。哦，你唔知，唔是安尼啦。事实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子。我想呢，因为寇乃馨有模仿我，跟他变成好朋友，我也跟他聊一下这个有关护手的哲学。他说，其实所有的这一个一切的光环，她都会给她老公。对呀、啊，然后买房子名字全部都买寇乃馨的、啊。哦，没有，她买房子两个人，一人有
一栋名字都是各自的名下，而且所有的这个账户呢，上面的名字都是黄国仁本人，只是账户的那个存折本都在寇乃馨那里而已啦，保管而已。所以其实一切都是透明化、很公正的。所以马英九，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好的副手，我建议你直接去找寇乃馨，你可以把寇乃馨请人当来副手，只要你答应以后所有的这个国庆晚会、所有的节目主持，甚至是频道的总经理，都让黄国仁当，寇乃馨就会当你的副手。谢谢。对，好，谢谢。那么他这样讲的话呢，以后马英九如果找寇乃馨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月都要到各大庙宇去做活动、做主持。不是，他这说的也是的。我告诉你，他这个副手呢，就是人家付钱的时候，他用手去接着，接了以后往兜里踹，就自己叫副手，是吧？所以刚才那个庄什么玩意儿，庄瑞雄啊，庄董的这玩意儿，他讲的也有点道理。我是没有什么党派之分的啊，所以这选副手的时候呢，也得慎选。但是你说马英九选副手，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至少我觉得，国民党这样看起来，这次是算是团结的啊，谢谢啊。好，谢谢。到底会不会团结呢？因为还半路杀出一个宋楚瑜，还没有调好呢啊。待会事后会怎么样变化呢？我让他干行政院长就没事了。对，这没事。是李大师啊，帮这个宋楚瑜的这个龙脉接好之后呢，接好他认为宋楚瑜会有宰相命，到底有没有呢？我们事后再来看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朝鲜新闻。안녕하십니까저는이준희입니다당화궁조선신문입니다북한은조선아리랑제전스장카이씨입니다하고다입니다우리북한군은매년8월하开始就是我们的아리랑제全国四万人自动开始跳아리랑아리랑아리랑아랑새홍기의흥不管是刮风下雨입고다입니다통통照常演出십니다그리고김총룡탄창티슈다자뒤부터表演完毕就立刻放假자랑해자고이고九月九号以前洗了锅只要再表演35天35天사자고강자는就可以休息了장하기한이쇼就是쇼一个月직거했습니다자는因为10月9号才要开始准备明年的表演，所以我们明年是10月9号开始准备，到第二年的9月9号洗米达，总共才准备11个月，然后表演1个月洗米达，真的是非常的轻松洗米达。이고다김종용탄창만세만세만만세，通通都是自愿表演洗米达。북한은台湾人特别爱算命洗米达。하고다입니다옹기기훈台湾的行政院长우뚜이바치하는뺀야쏘민쏘쏘라요황띠민심이다总统민심이다홍철의민군여론서쫄산스황띠하고다에서진회기자랑해굿이라고조신리오한도르쏘민스바치하는어째쏘르쏘민스쏘는끈쫀심이다당화공군김총룡장군김총희장군김총룡탄창통통都是皇帝命입니다북한은如果算出来不是皇帝命他们就会没命입니다보다김총룡탄창만세만세만만세북한은실장입니다아보다입니다북한군은最大党最厉害的主持人台湾的国宝级演员이고다저는탈출연초메이스수옹기기훈부찰은台湾准备要下100元的钞票3张10块钱硬币2个5块钱的铜板1个总共325块家家户户通通可以拿到这笔钱到书店去买谭志远的新书谭志远的岳家菜行不行真的很好看行不行刚好有一瓶在这里在网络上买到的听说有打折行不行请你推进一点行不行推进一点再进一点行不行再进一点再进一点 Thank you OK 了 Out of focus 没关系求先得不妥晴空万里虽然是情人节也通通下这一本书
台式的月家菜，祝你们情人节快乐！里面通通都是好吃的菜系啦，里面还有厨师傅，虽然没有性感内衣，但是厨师傅也可以角色扮演西米的，开开心心过中国的情人节 ，Valentine's Day， 김청용 台창，만세만세만만세。